好，我们是第四组，然后我是陈金博，然后这位是陈轩宇学长跟赖伯琛学长，然后接下来我开始。那经过刚刚这么多组，我觉得收获良多啊，因为我们做的过程是跌跌撞撞，所以然后刚刚听到很多 feedback 回来，那也只能承认说自己的不如别人好。好，那这边是废话不说，这是我们的 outline， 就是我会讲一下我们的用的方法，试过的方法，不管成功或失败也好，然后中后面进行讨论之后，进行一个 live show 的 demo。那前面介绍一大，前面组员介绍一大堆，我就有说过，我就不多说了，我就只 focus 在没有说过的地方。那我们 model 大概是这个样子。我们用的是那个 excitation 跟 Foreman， 就是 LPC 的方式。比如说中间我们取了一个参数来描述我们的声音，那叫就是取它的 pitch。那我们能够调的就是那个 pitch。哦，这边就不多说了，前面讲过太多次了，这样。这边也是一样。好，那这是我们的那个 meta 的部分，就是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有我们说话的时候，有时候是有声音的，但是有时候是气音，像嘶嘶嘶这种有气音的部分，其实它不能跟有声音的 pitch 的地方混为一谈。所以我们的方式是我们有一个 switch， 当我们有声音的时候呢，我们会调到有声音的部分；当我们说话的间隔之间有这个气音的部分，我们就会调到下面这部分，就是用 white noise 去取代我们有声音的那个地方。那这边再解释一下，就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 model 是分成 formance 跟 excitation， 也就是说我们在没有声音的时候 excitation 用的就是 white noise， 那有声音的部分我们就用我们中间会取到的 pitch， 然后下去做 excitation。好，那接下来我们刚刚说到 pitch， 就是我们这个 model 最核心的部分。那我们找的那个方法就是用那个 fine peaks， 就是我们去，反正之前上课有很多找过很多 fine peaks 的方，找 pitch 的方法，那我们就试做其中一个。然后之后我们找到那个 pitch 的时候，我们要选 pitch， 也就是说我们平常在说话的时候，其实如果真的像这种有实音的部分的时候，就理论来说，我们会有不只是有我的基本的 pitch， 还有它的共振峰，它共振峰会出现一起出现。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在讲话的时候，那个收到声音不会有这么漂亮的共振峰。所以我们从说我们怎么找 pitch 呢？我们就是只要有形成漂亮的有成倍数的共振峰 harmonics 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当成是有 pitch 的。所以根据刚刚那个 model。我们只要找到这个 pitch， 我们只要都找到有倍数的 harmonics 的那个共振峰的时候，我们会 switch 到上面那个 model。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会 switch 到下面这个 model。然后这边就是一个示意图，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假设说只要有说话的时候，我会有一个基频，然后它 harmonics 就会是基频的倍数，所以我就有一个判断条件，说有时候是。我收到一个音，那收到那个音的时候，就是有讲话的时候，就是我拿那个我取了那我找了五个 peak， 然后那五个 peak 我这边有点讲的有点深，有点复杂，就听你讲，就五个 peaks， 然后我去减掉那个它的，先去除以那个基本频率之后，就会出现说一点多多多，二点多多多，也就是第一个基本频率的一倍。基本频率两倍，基本频率三倍、四倍、五倍，然后这五倍呢，我把它减掉那个一二三四五，就是一二三四五的整数。那如果离这个整数太过远的话，表示这个收到的音它不是有讲话的部分。好，那这个可以再讲很多，那时间关系，我就说我是用这个方式去找有声音跟没声音的部分。好，这个地方其他都说过了。那这边我们找到有 pitch 的时候，我们怎么那个改变我们的声音？就是我们只要我们就调 pitch， 把它调高跟调低。那把它调高，我就预设是就是从男生变女生，然后调低就是从女生变男生。
那 demo 我统一到后面再 demo 好了，还是现在？如果我们把男生调女生的话，结果是这个样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啊，对，我要先有一个那个对照组嘛，就是原因。新年快乐，新年快乐。OK， 这个 data 是取自我们帅气的伯村，然后他变成女生的时候就是刚刚那个声音。那我们如果把它调得更 man 的话，那声音会像是。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哦，不对，放错了。那声音会像。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对，这是我们那个能够做调变的部分。好，继续刚刚。我就不播放了。再来是我们有做第二部分，就是我们加了一个重音的那个，加了一个重音的那个效果。比如说，因为我就上网看了一个 paper， 然后那个 paper 它有去调查过重音跟一般普通音的差别。那差别它举了列举三项，就是第一个它的。那个有声音，它 excitation 它比较长。第二个，它的那个基本频率会变，稍微变动。第三个，它的 format 会变。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直接 demo 我调过的那个声音，就是这边我要demo 一下，就是我试着尝试调它的那个就是声音有没有那个 effect 叫定义一下叫 lumber effect， 就是有没有加重音，像是如果说我要吃鸡腿，那加过重音应该是我要吃鸡腿这个样子。那我尝试调了它第一个看的 paper 调它的 excitation， 然后结果是哦对照组在这里。新年快乐，新年快乐。那它效果会是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就是装饰调 excitation 的部分。那我觉得还不够，就是还需要会影响到他说话方式的那个关键，还有后面的那个，还有后面的 format 怎么来着？但是你之后我在调 formula 的时候，我用的方法，就是我取它的 root， 然后因为根据 paper 说，它第一个 formula 是它把第一个 formula 去掉，然后把剩下 formula 做 shift 的动作。那我尝试做这样的动作，就是我找方法，失败了。可是跟听到刚刚的组员在报告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可以用去formula 去的方式。那我就没有想到说可以在那个一个时速平面上面做旋转，所以我尝试的方法都是就是效果都是不好的，所以我就不拿来 demo 了。那最后，哦，这是我尝试过，我先找 root， 然后把那个不论是把第一个 root 去掉，然后再重新合成，或是说用一个 high pass filter 把第一个 format 滤掉。可是最后出来的声音都不是，一定都不是那个说的话了。那这边就是我尝试过的那个图片。然后最后再 ，OK， 那 OK， 我秀个 reference， 然后我们报告到此结束。那就停在这里。你们这里。
是还没找到有关这个 Lombard effect。哦 ，Lombard effect 对。那这个要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是这个 effect。它好像就是有一种情况之下人会说话变成。强调的时候，就是演讲的时候有对某些单字说停留或是强调，所以他对某一个，他可能对某一个子音，或是对某一个母音做比较长期的停留，所以他这样假设的话，最后的结果就是 excitation 会变长，因为说的话会变长，然后 formants 会变，那可能是那个他把比较。能量都集中在比较高频的那个谐音上面。哦，啊，举手。然后他可能他举了这他会有这个想法，是因为他去统计，因为他去录同样说一句话，然后有重音跟没重音，然后他去做统计出来的结果就是风门都会有这个现象，所以他就做这个方式。那我在调这个 excitation 的时候是有让它变缓，但是现在知道录成调 formant 只是要为什么做哪里错这样。好，那就我所以前有听稍微有点 comment 啊，就是说就以前有听说过这个 effect 是在一个嘈杂环境里面，因为人怕自己讲话人家听不到，就会比较强调一点。那这个。在我个人的经验里面，尤其是我在讲英文的时候会很怕，我要是没听到我自己讲话声音会很害怕，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选的方向，所以我讲出来声音反而会更加的吃力，更加不清楚。那比方说那个如果有重听的人，有重听的人他讲话会显得特别大声特别强调，因为他总觉得自己讲得不够清楚不够大声，这也是我不好意思讲老人家，不过当然我说你可以想象那个就是这种分离的一种日常生活上会发生的情况。那就这样。还有，然后有时候想问一下，对，不好意思，所以还是问一下，就是有没有关于那种运算上面，就是它到底有没有应用在real time 的那些东西？就 real time 来说，一般他只要，其实只要算，根据每个 frame 算出他的 formants， 然后对 formants 做调变，再做对 excitation 做调变，那每个只要进来的一个音，就可以马上算出这两个参数了。那只要改了这两个参数的值，就可以算出它，就可以再播放出来那个声音出来，所以。照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只不过会有一个时间上 delay。然后六代也是有做，但是还效果没有刚刚那些刚刚的组好，所以就不要限制了。